现在庄家除了我，没有人有资格来接受这个蓝海一星。还有他，庄老董事长的长女庄心妍。庄心妍17年前就被外公送出了国，不可能。不能混蓝海一星。只要他站在这里，你就没有权利拿走整个蓝海一星。这份总裁任免令，我不同意。所有庄家人留下一份血样，这样就能为老董事长做亲属之间的肾移植匹配。出这么点小事儿，就迫不及待的找这个男人，你真的是庄心妍吗？你全家人都死光了。老大，他们在给大小姐采血样。如果我的父亲，不要害怕，一切有我。让一下。你要干嘛？把你的血和我的血融合，让这份血样失去检测功效。什么？我马上要股东大会了，我得亲自守着外公。别动，还轮不到你发号施令。乞丐，你别碰我，我是庄美萱的亲生女儿，你有没有资格碰我？没事吧，董事长？爸，我这把老骨头，你硬得很。心妍，蓝海一星全部交给你了。小庄总，恐怕需要你挪挪位置。小庄总即日起调离副总职位。你敢把我调到后勤？后勤工作也是需要一点能力的。我们将会一起成为蓝海一星新的主。